范文鹏。这个偏旁，我们看一下，它非常有特点。注意什么呢？凡是在外面这些，露在外面的都是要靠外面的都要长一点，凡是在里面的都要短一点。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的是。我们汉字的结构应该是内紧外松，内收外放啊，这样子我们都注意了。撇，这个撇稍微直一点，这个撇稍微弯一点。撇的写完之后，这个横的起笔是在撇的中间偏下啊，这个同样也是撇的起笔是在横画中间偏左，捺的起笔是在撇的中间偏上一点，这边小一点，中间留的空间小一点，正。所以这个提应该多写一点点，横要短，竖写的横画中间，这个横应该是在竖画的中间，这个竖的起笔高于左这个横画，所以说这个提应该是左边要长点，比上面那个横要长点，右边要收，不可出图太长，要短，撇高起笔，不要写的太弯，稍微直一点。横的起笔在撇的中间偏下，横不可太长。撇稍微有点弧形，起笔在横画中间偏左，捺的起笔尽量往上面靠，有细到粗，顿下平着出锋，方向水平方向去的，注意长的外面的长的。里面这个。